元神元魔外号大盘点，你知道多少个呢？翠林孔迅，江湖人称鸡哥、菜鸡，因为长相和坤坤酷似，冰封主曲《枫丹凤凰传奇》，一男一女的组合怪，愚人众、雷锤、风拳、冰胖、水胖，不得不说外号还是挺贴切的哈。遗迹守卫，旅行者一般称为小宝，源于公子的传说任务，还有飞天小宝、龙宝、大宝，这里的四只小宝还被称为孤云阁 F4， 雷音权限，外号雷鸟、扑棱儿子、雷电怪。观音阿普配的绿洲守望者、酸菜龙、大草龙，这东西出场的时候就像老坛酸菜，恒常机关阵列、无相铁和无相系列很像，而且掉落的东西跟铁块一样。火把丘丘人、李卢克、骆驼龙王、驼子哥、胖驼、肥驼、遁地王八、爆炎术、炽电术、极冻术，俗称火术、雷术、冰术，统称为大号片片花。你还知道哪些元魔的外号吗？